前段时间参加了一款主食生骨肉冻干的盲盒测试，各方面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。我家猫这段时间试吃粑粑的味道确实减轻不少，像泪痕这类小问题呢也有所改善，关键是价格也挺实惠的，一斤才100左右，算下来每天只要花10块钱就能让猫咪实现主食冻干自由。所以当品牌方邀请我去探厂时，我就乐滋滋的答应了。工厂呢是青岛明月安心，它在国内呢算是排名靠前的，很多知名的品牌冻干也是在这里生产代工的。进厂后，我特地前往这款冻干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了一下，亲眼目睹了整个制作过程。环境呢非常干净，设备呢也很先进，生产线上的原料和处理方式呢也清清楚楚的看到。整体感受下来，让我对这款产品的品质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产品居然是凯瑞世家的，相信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，前几年的一些舆论风波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印象。不过看了他家最近出的新品，再加上这款冻干盲盒测试，整体感受下来确实还不错。不得不说，近两年他们确实有在往好的方向努力，包括原材料升级、工艺升级、工厂升级等等，还是可以看到努力改变的决心。凯瑞斯这次可以说是诚意满满的，为了让人放心，早早的把这款主打性价比的冻干检测报告都发给了我，各项的数值呢都还是不错的，确实达到了主食冻干的级别。当然这款主食冻干呢还得经过市场的检验，毕竟只有让每一位铲屎官喂得安心，猫主子吃得开心，才算是一款好的产品。